好，另外再来看到呢，这个最新的现场就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吴宝请回了。然后目前呢，他可以看到早上已经出门了。今天早上他会不会有一些最新的谈话呢？一起来看看最新现场。德菲列维是金华城的被告，吴宝请回之后，北检已经提出了抗告，所以看高院今天就会裁定了。而今天他出门呢，并没有多做回应，稍后还有其他的最新现场，随时锁定东森新闻。